很怀旧的一个人，所以我可以凭着一段感情，就是很多故事，就是凭着你从谈恋爱到分手，但你释怀的整个过程，其实你可以写的东西很多很多，所以不见得说我谈了很多次恋爱，只是我能省吃俭用，每一段慢慢用，一段可以写六首歌，没错没错，当时六首，哇，这厉害，所以要听到他的爱情故事也在歌里，他的爱情故事也就是你们的爱情故事，掌声欢迎潘雅的演唱，谢谢。哎，我的那个吉他可以再大声一点，吉他，后面的朋友听到我吉他的声音吗？可以了吗？OK 吗？ OK 来，我们先来这一首《达尔文》。懂得。